OK，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我想跟观众朋友们你们讲，我的 Facebook 呢最近啦好像被人 hack 了，所以呢，如果观众朋友们你们如果有收到我这个 Facebook 发给你们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又或者是那种你们懂的啦，如果有收到这些东西的话，你们就不要去理它，因为不是我本人发的。还有如果你们有在 Facebook 滑到看到关于我一些东西的话，你们不要去管他们。如果在 Facebook 滑到看到一些我关于我一些你们懂得的那种东西哦，就不要管它，因为这些全部都不是我本人做的。OK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包静。诶，最近我发现哦，我这个开头啦，都好像有点不顺口哦，包静包静。过后我想了又想啊，我觉得如果用包金反过来用广东话讲，我这两个字好像比较好听一点哦，包金包金。那么我就选择用广东话来讲我的开头吧，不过是后面那两个字包金吧。那就 Hello 大家好，我叫包金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想吃一个很刺激的东西，那就是这个，相信很多都有挑战过啦，就是这个椒辣面啊，那么它的辣辣就是100万，看到吗？然后这个面呢，现在我就来打开它。听说这个面呢，韩国辣面呢，是不是齁劲来的？你一吃下去，但是这个面呢，一吃啊，一吃不懂，一两口啊，它就开始来了，它好像不是齁劲来的哦。这个面只有7-Eleven才有的买吧？听说，这是它的酱料，哇，一哦，这有一些韩国字，他妈写什么？哇，挑战的人都懂啊，它的面是黑色的，韩国拉面的是黄色的。好吧，现在我们来煮面吧，不如我直接划去试吃的画面吧。哎，该我讲什么？不是试吃，这个是挑战。好了，现在煮好面条啦，看到吗？软软的乎。现在我就下这个酱料先啦，不懂味道是怎样的？好奇啊，酱料的味道是不是跟韩国拉面的酱料味道一样？黏黏的，好像嗅到一点那个有一点点鸡的味道。我连水都准备了，因为这是100万的辣度哎，我就想挑战吃完才喝水。有那到这样夸张吗？因为我看过很多人已经挑战过了，我现在才来挑战。诶，现在搅拌之后，我嗅到那个味道哦，是跟韩国拉面的有一点点相似的哦，好像有一点烧焦的味道嘞。很紧张哎，因为这个好像很辣酱哦。出之前先来个热身。好像是第一次吃黑黑的面。好了，现在我来尝第一口，是不是要吃快快的？很热哦。很好吃。哇，好像有感觉了哦！第一口是没有感觉的，第二口是有一点点感觉了。好吃，它味道好像跟韩国拉面的有像到。好像它没有辣来的，没有感觉到的啊！又快又快！那我也挑战，还没有吃完不可以喝水哦。很好吃，
不多要吃完了。我的脸再多啊！我实际说，它真的很好吃。我吃的时候哦，它是不是还没有一开始是没有感觉到辣的哈？我的喉咙啊是很辛苦，喉咙那边哦，好像有一种很热的感觉，过那个它才慢慢来。哇、哦，流鼻水，我要喝水了啊！观众朋友们，哦。说是说一百万啊，这么好像感觉他，我觉得他的一百万的那个他，是跟那个韩国那边的辣好像是一样的，呜呜，好辣！别开玩笑的，我要去打病。病，知道吗？我脸现在在抖，眼睛在流。我现在感觉到它比那个韩国那边的，那个辣度是超过一样的。那韩国那边是一万还是十万啊？还辣多，跟一百万呢。哦，吃大碗锅，我好像发觉它是辣很多，比那个韩国那边。呜、哦，这个也是韩国那边的，不过是鬼椒拉面，一百万的辣度。哎呦，太辣！好了，那他讲不到话了。那么影片就到这里啦。接下来我的影片我都会用"包金"这两个字，我都会用广东话来讲啊，包金。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拍写，记得按 like 分享。我的影片记得订阅哦，也不要忘记打开小叮当哦。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红色的 subscribe button， 记得按爆它哦，因为我是包 gang， 我们下一个影片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吧。如果你喜欢我拍什么类型的影片，要记得在底下留言哦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吧，拜拜。